原住民的朋友在学到底山里面是怎么一回事，因为每一次我们去，像我们为什么会修那个公寮，是你是公的建议，然后为什么会有那个厕所，就衍生出来各式各样的想象。那包括最后，我没想到我们还可以盖出一间真的完全没有用到任何铁钉啊，任何五金就完成的一间房子。好了，虽然它里面装的是马桶，但是它也是一个房子的造型。 然后跟神奇，其实今天那个一这样他说的，就是这个桌子，其实让他一直回忆起他曾经他爸爸教他所做的事情。阿公啊，原来是阿公，不是爸爸。老师你在做什么？秘密啊，秘密不跟你讲。 桌子，其实这就达到我们的目的。其实我们希望把阿美族原本所知道的一些智慧，再把它找回来，然后再传给各位。那当然，我们希望说，下一次是真的这群现在睡着的、在烤肉的小孩子，也可以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。然后，就像你这样一样，把他阿公学到的东西，我们透过我们把地可以再把这个东西再交给他们的孙子、他们的孩子，真的把这些智慧给传承下去。 是我们最希望能够在原住里面做到的事情。